朋友们好，我是蝌蚪爸爸。外星人榨汁器是法国设计师菲利普·斯达克的作品，他在中国比较有名的作品是小米的全面屏手机米克斯一代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制作他的灵感杰作《外星人榨汁器》。直接画圆12条边，边上画曲线，直接用 Freelio 的缩放工具调节。不用插件的话呢，需要手动设置轴线后调节。这些花瓣形线条用曲线放样工具放样，选择 B 样条光滑连接。封面后修正外形。画出撑角路径，两端画出外形。使用路径放样成型。对齐后旋转拷贝两个，外星人榨汁器做好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